Hello 老师，哥，王者荣耀中目前有16个英雄定位为刺客这个职业啊，他们有擅长突进的，有擅长偷袭的。而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他们之间谁的攻击距离最远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，首先是百里守约。百里守约定位是射手刺客，他的二技能攻击距离是非常远，甚至超过了实际的标记的那个攻击范围。我们可以接着用那个闪现来测试他的攻击距离。差不多6.5的距离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百里玄策啊，百里玄策差不多是在2.5的闪现距离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火舞，火舞的攻击距离也挺远的，我们来利用闪现来测试一下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李白的那个攻击范围啊，李白的攻击范围是一技能的距离是非常远的。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司马懿的攻击距离，司马懿大招的攻击范围是非常远。司马懿是5次。最后我们来测试这个元歌，元歌的他的攻击范围是最远的一个刺客啊，我们一看他的攻击范围是超过他的那个黑线的那个范围距离，还能行走非常远的一段距离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差不多是到对方的血条这里，然后这个傀儡才会自动回缩，所以说它的攻击距离非常远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大家知道这些刺客的攻击距离之后啊，以后遇到这些刺客就可以躲远一点了。